谁让你进来的？现在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。安排医生，马上去医院。好的，副总，我马上就安排。景琛，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。孩子是白血病，需要找合适的护士陪同。但疫情成功的概率比较小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怎么会这样？小景他还那么小，怎么会得白血病呢？生病是不分年龄大小的。 是孩子的父母吗？啊，我是他妈妈。我是孩子爸爸。父母都骨髓配型。啊，没错，我是他妈妈，肯定能成功的。切除配型的成功概率就是比较大，你们先去做了，行吗？别担心，我会让孩子活下去的。麻烦副总了。如果你跟小景妹妹成功，你们娘家会报答。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这种话？配型结果出来了，很抱歉，你们两个都不合适。